道我在哪里吗？这边是伊利尼加巴拉克公路的起点，然后我今天想骑 Diesel SUV 过挑战这个路线。好，我这边有很多人知道的警察局，对面呢有一家单车咖啡厅。哎，听说这边有很好吃的美食，而且店老板本身也是开单车店的，而且店内还有巴拉卡公路的挑战活动，只要我挑战成功，老板会送给我一份餐点哦。好，我们先去问一下哦。然后只要我挑战成功，可以免费吃一份餐点，是这样吗？是的，只要我们挑战八卡成功，你就有免费餐点。好棒哦！那我准备要出发喽。我非常喜欢爬坡，今天有机会骑乘今年刚发表的新单车 Diesel S61。 今年的 S61 推出全新不同设计原色的上色涂装，有摇滚白 White Track， 还有反叛蓝 Rebel Blue， 还有朋克红 Punk Red， 就是这一胎的颜色。哎，我最喜欢这个红色，特别想说这个颜色在阳光下看起来非常好看。好，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咯。在离光的地方有 free your ego 的字样，也就是释放自我的意思。如果你真的热爱爬坡，那这句话有可能成为你的座右铭。再来，三观也有一个有喜爱的人生贴纸咯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？ Diesel 今年都在钻研爬坡车款，然后听说这台单车不仅是爬坡车，还做了很厉害的无痛强化。我现在去的是1134，然后搭配这个 Vision Moon， 才真的差很多，让人其实去得很轻松，轻松到爬坡也没有爬坡的感觉，真的。还有一个部分我一定要跟你们说，不管你们的速度多少，你们去弯道真的很稳定而流畅的弧线，我非常喜欢它的刹车能力。是巴拉克的第八 K， 快到了。哦，为了待会的美食，叔叔要一定会挑战成功的。啊，这边是巴拉克的第九 K， 快到了。好，这个路线呢，对我来说很。情况的，然后这边的海拔爬山大约260公尺到820公尺，它的坡度呢，从头到尾差不多一样呀，一直上一直上。哇，这边的风好大，我终于到巴拉卡最上面的地方。对了，我想要跟你们说，我之前去冲库的变态路线跟这台单车一定会 a piece of cake。
挑战成功了，所以我先可以去单车咖啡厅享受我的美食。对了，这边它有一个挑战板，我们看看哦，所有的挑战成功的人有照片，我的呢，我的在这里哦。这个准备啊，铁好了，贴好了，压下去，好，然后第二个部分要签名哦。好，老板哟，有壁纸吗？是这个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哦。啊，不了，耶！OK 哦，现在可以上车我的美食。哇，你们看看哦，这个好棒哦，已经太棒了。你们看看老板送我的，好好吃耶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今天的影片，要帮我按赞留言。为了更多的单车爬坡影片，要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 Cycling Corner。 谢谢，拜拜。